出租房修补天花。这个 case 呢是在万锦，这里有一个2层的卫生间的天花成这样了，这个 roof 呢之前是有问题的，现在已经找修房顶的师傅已经修好了，现在没问题了，现在就是把这个天花呢给修复一下，做一下局部修复，大概就这样。这天花也蛮大的，就是这个，OK。现在这个天花呢就修复完了，其实这个墙壁呢也有点瑕疵，因为一漏水的话，天花爆皮，墙壁也在爆皮这块儿。但是呢，现在没有这个油漆，所以呢，这个屋子即将要快出租了，所以呢就不大搞了，就把天花做一做，修复就可以了，大概就这样，OK。